我刚才本来想说看检查有没有吃掉，就不小心就拿起来。来，请下车。下车小心滑。为什么有人帮我生这个？妈妈帮你缠它。好可爱，粘到门头哎，好迷你哦，好可爱。嗯、什么东西吗？喵。喵。喵。他会回答你的，拜拜。我有事要跟你讲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有事要跟你讲。我是要跟你讲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拜拜。欢迎您与理想大地米拉餐厅享用美味的佳肴。很贵呢。很贵呢。拜拜。晚餐才会去吃。你的还有耳吗？没耳咯。爸爸把你的弄短一点，等一下，你先放下去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短一点。可以。好，拉起来。爸爸这次鱼饵要大一点，让他们。这只鱼太贪吃了。等等等，我先等等。等等等等。好，没有地方丢了。我怎么办？这是小乌龟，真的。好厉害哦！拍照拍照，拍照你拍照，拍完再把它甩甩，看要不要跳下去，好了。我再让来，给我，妈妈给。不敢了。啊，快点摸摸。这是小只的乌龟鱼。这有点对，花纹是乌龟鱼。我刚刚用吃掉带看。妹妹，你要摸一下吗？就是它咚下去就要赶快拉起来。对，它们吃很快。它吃很快，它偷。我们看一下多大。可能要勾后面一点。哎，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你帮忙录影。然后你帮忙录影。没有手套哈，小虎你帮忙录影啊。我看他这个是我不好抓。来放下来放下。哎。哇。哎。他没有手套，我不敢抓鱼。好，来。那把踩着就可以，轻轻踩着就好了。下去，太放松了。嗯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加油。好。那等他了啦，早就已经有鱼吃掉了。没有，你看。哇，吃掉了有没有？你有看到他吃掉吗？等着浮标一下沉下去，好。
你要看到浮标这样沉下去，就是鱼吃掉了，就是赶快拉起来，去抓哦。吃掉了，太紧了，太久了，小鱼那太久了。对呀、啊，小鱼你去拿钩破录影。好大只！你去拿钩破录影，你看。小龙，你来帮忙录影。爸爸来抓，哦哦哦！我大师。小龙，你来帮忙录影。好，不用。你在干嘛？哇，这只好大只哎！真的，哇！哇，这只我不太敢打。它勾到那个鱼皮呀、啊。它有两只，哎，好像是还是锦鲤，我也不晓得，还是鲤鱼。它好像吃了很多东西哦。哦，是啊。它好像吃了。把它放下去了。来，下去了，快去。哇！哦，妈妈你这个太厉害了，妈妈已经钓了两只了。吃掉了。来，妈妈有个鱼在岸上。拿过来，这里拿过来。那个是那个热色鱼，它进去了。哎，为什么它到那边来了？它在动啊，它在动哎。好，我把它丢下，丢回去。它在动。小的。它活着。来，那你去把它弄回去。好，来就去。来，我来拔，放下来地上，放在地上就好了。爸爸夹到了，哎，哇，爸夹到了，耶！这，然后是妈妈第一次夹到的那只，是掉了的。我刚刚看到它有动静，我不该呀，我要在妈妈这里了。OK， 来啦，不会，好，下去吧。好，好，没办法，拿着录影。把小鱼来过去一点。哦，妈妈已经几只了？第四只了。哎，这个比这个不一样了。拍鱼哦。小妈咪拍鱼。哦，这次给你用了，好不好？差点就中了。好、啊。有血吗？
有。哎呀！它跑不掉了。哎，小乌龟鱼啊！爸爸掉三只。第三只了，对不对？三加四等于七。你钓那只海鲤鱼网已经够大了，你不用介意了。啊？等一下。我再让他看一下。来，我想摸。你想摸？妹妹要不要摸？不会怎样哎。对呀、啊。很滑顺哎。好了，我让他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狗狗。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我可以离开一点吗？这么快，这么厉害的，好，好来，快，这是爸爸的第四只了。我可以从后面吗？不要。妹妹，你要摸吗？好，不要下去，好不好？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。这是颜色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五只的，对不对？是刚才那个逃脱的那只。有可能是刚才逃脱的哈。这只比较。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要摸的？然后放你这里。好。等一下，你确定？摸身体，不要摸那里刺，那里会刺刺的，对。好。来，想要摸还怕它？妹妹要不要摸一下？这么怕？哇！啊，它自己跳下去了。它自己跳下去了。啊。因为你要摸它，没有啦，它曾乱跳跳到你身上而已。不一样的，斑斑的。哦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我不敢摸它了，它会攻击我。不会啊，要小心一点就好了。斑斑尖尖，斑斑尖尖。好，妹妹要不要摸一下？这只也是乌龟鱼吗？不晓得哦，它背上会刺，还是用脚，只能用脚踢了。没有看到。对。没有看到在动。Sorry， 啾，好、啊，有，水上跳过来，水上跳，嗯，这边很漂亮，要不要喂它？它嘴巴还在咕噜咕噜，对，嘴巴还在咕噜咕噜咕噜，哇，它咬太深了，它咬出来了，好，你摸快点，妹妹来摸一下，你看爸爸摸就好，你看，快点来，爸爸保护你们，快点，要手伸过来摸，快点。你看，从爸爸上面，他弹会弹到爸爸手哎，对，快点。嗯嗯嗯。妹妹来摸一下。他会攻击我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刚才就是这只攻击我的。下去了。第几只啊？妹妹，我第几只啊？你第七只啊？第七只。哎哎。他会两手。要解砍哈。哇，这个哥哥。他又是这种红的，你看，我现在就丢掉了，都是这种红色的。我要给镜头看，给镜头往前拿，对。对，它的尾巴。嗯，这是比较大只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有记得。